快拿起手机，扫描 QR code， 下载全新飞碟 APP， 接收地球大小事。哎，好的，我们1月19号要来这个哎，抽奖，哎，那个5年，我们节目不是6点开始啊。 请你不要这么无知好吗？哎，你这么无知，我也是很担心呢、啊。哎，我们节目不是6点开始，哎，请你不要不懂装懂，好不好？节目不是6点开始、啊，你是第一天来看节目是不是？那个阿志，你是5点50开是不是？对，我看你不要开好了啦，啊、以后你6点6分再开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看我也受不了了哎。欸、野晚餐，陈辉文时间。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中华民国112年1月9号，今天是礼拜一。那年关将近哈，我们在下个礼拜四啊，也就是1月19号礼拜四啊，我们要这个。叫封关哈，封箱啊，就接下来就是我们包括周休二日在内，连续10天的这个农历春节的假期哈，从1月20号开始，所以1月19号我们就这个哈来一个抽奖，好，就下个礼拜4啊，也是我们算是尾牙吧哈，尾牙抽奖，我们会抽这个一件纪念 T 恤跟一只纪念表哈，看哪位幸运的朋友这个打电话进来啊，他就独得这项奖品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这个绝版的纪念 T 恤跟绝版的纪念表，好，我们飞碟电台限量发行，已经绝版了啊，这个都是这个当年啊呵呵当年这个台庆做的这个纪念品啊。所剩不多啊，但是我们在1月19号啊，本来我们是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会这个抽奖哈，但是这个月呢，你知道这个有10天的连续的这个农历春节的假期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提前啊，在下个礼拜4啊，1月19号啊，礼拜4呢，进行这个算是我们的小小的尾牙哈，这个一支纪念表跟一件纪念的 T 恤哈，那我们去年底这个抽中奖品呢是这个大陆的这个吕小姐嘿，那吕小姐据称在印度出差，在印度都能打电话进来，这实在是太神奇了哈，也恭喜吕小姐这个中奖哈，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奖品在这个送到她指定的这个哈。这个联络的地点哈，好，就1月19号这个礼拜4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下个礼拜4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有10天的这个连续的这个假期哈，也特别跟听众朋友这个报告一下哈，就我们比较早几年会有这个特别节目哈，那最近几年这个就没了，好，我们可能就是一些精华的这个。这个重播我就没有再特别录这个特别节目的部分，好像我们很早以前我们会做这个每年一句，以前我们一个每日一句的单元也连续做了很多年，然后那时候郑晓晴还在我们电台啊，我会跟她做每月一句，每日一句，每月一句，然后呢到了这个农历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会做每年一句，就是这个一年里面哈，哪一个新闻人物讲的哪一句话，好让你这个印象最深刻啊？这个每年一句哈。那后来我们小琴他就这个哈，远走他乡。那每日一句的单元，我们后来也这个取消。好，那农历春节的特别节目，我们后来也没做了哈。这个也特别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。这个有些调整。好，这点请大家谅解哈。那有些听众朋友实在是会误会，因为我们这个网络的直播啊，我们阿志他这个下午的5点50就会开这个 YT 的聊天室哈。下午5点50我还不会坐在这里，好，因为5点50还是这个飞碟五子棋哈这个交割的节目。那我们6点整点呢会有整点新闻，整点新闻播完之后会有广告。所以，像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，就已经是6点8分了。啊、哦，这个晚上6点8分，你5点50进到我们 YT 的聊天室，你6点钟不会在这边看到我啦。然后就会有听众骂我迟到，天天都迟到，我天天6点都不会坐在这里啊。我这10几年来，我6点坐在这边干嘛？以前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以前。有这个编播的时候，是编播亲自到我们的现场。那时候我都还在门口等他、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编播像鹏哥啦哈，他们都非常的资深，非常专业，我们都不敢打扰他们。我们不会在这个副控里面，我们是在门口等他，等他播完了我才进来。嘿，所以你6点进我们 YT 聊天室，那6点。阿志，你是拍空景嘛？对不对？6点的时候你是拍空景，我看以后你也不要拍空景啊，不然他以后都说我每天都迟到。我本来6点就不会坐在这里，他播新闻的时候，我坐在这边干嘛？哎，好了，快过年了，我也不跟你计较。你高兴，你以为我迟到就我迟到了，好不好？我迟到这样可以吗？我也不晓得我迟到什么。我在我们电台这么多年，那个电梯坏掉不算。电梯坏掉，你叫我飞上来，我也飞不上来。我这么胖，我迟到就迟到那么101次啊，就是被检鱼宴骂的那一次啊。我真正迟到，就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迟到，就迟到那一次啊。我去录文倩姐的节目，她一直聊，没有人敢打断她，也没有人敢说她先走，她就一直聊。然后我从南港，他那时候摄影棚在南港，我从南港杀到这边来，然后就迟到了啊！迟到了那一天，我还约简鱼宴电话连线，他就当着大家的面把我骂一顿。我从2006做到现在，我就迟到那么101次。我再讲一遍，电梯故障不算哦，电梯故障不能怪我。上次电梯故障，我这样从我那天还停比较衰，停地下4楼，我们电台在25楼。我爬了29层，爬上来，爬到我都快叉了。然后那天，阿志，我那时候上来是第一段播完了嘛，对不对？第二段呢？第一段还有，只播2首之后了。哦，播了2首歌，第一段还有一点点就对了。好，我爬了多久？29层楼，我爬了20几分钟，那种勉强爬上来，没关系的。哎，你欢喜就好啦。好，我们今天礼拜一有这个辉文看社会，我们辉文看社会再来跟大家谈那个这个共机扰台啊，这个有低标，因为昨天这个大陆的这个东部战区啊，这也是越来越嚣张啊，哈，他就宣布他要军演，他就军演啊，他说军演就军演，你不高兴他就是军演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解放军的共机啊，哈，这个越过我们海峡中线有28架次之多，好，那这个实在是很悲哀了哈，就是整个两岸关系的倒退啊。这个描写我们待会会文看社会再跟到，那包括美国的众议院议长终于选出来那个XX，好，这个麦卡锡议长哈，那他比佩洛西这个更极端了。好，我们常讲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哈。这个麦卡锡比佩洛西更差哈，这个而且麦卡锡之前就说要对大陆这个好这个制裁，而且他也扬言他要来访问啊。那你也知道民进党政府跟蔡总统的软弱，好，你也知道国民党跟朱立伦看到美国就跪下来啊。所以如果你在2024总统大选之前看到美国的新的众议院议长来访，这个你也不要讶异呀。裴洛西去年8月才来啊，鸡飞狗跳。现在麦卡锡当选了，麦卡锡他早就呛说他要来了。那他要来的时间点绝对不是这几个月啊，因为我们明年1月才选举啊，他也不会选后才来，选后才来就没人请了啊。那选后才来干嘛？他要么就是这个今年的11月、12月来。好，选前来，好，也可能像佩洛西一样，这个旋风式的来个1天24小时，我们然后就跑了。好，你就等着看。就是我看这个共机扰台，我们也谈了很多年了，那也很抱歉，我也谈不出个所以然了。好，但是看到共机这么频繁的越过海峡中线哦，这个心里还是很难过啊。没办法，很多事情我们是无奈的哈。来，我们今天有这个网络投票哈，来我把题目念一下哈。有人建议啊，因为我刚刚遇到黄伟汉啊，在 T 台遇到，因为我跟伟汉的交情就是有什么话我们都直接讲，好，我们不会什么推三阻四的啦，什么绕圈圈什么的，有交情就是直接问啊哈，我就直接问他说，这个早上他专访王宏威。这句话是王宏威讲的还是黄伟汉这个带风向？我就直接问他。那伟汉是直接跟我讲说，这个话是他问这个王宏威2024怎么办啊？然后王宏威就说把这个郭台铭跟柯文哲哈纳入这个初选哈。好，所以不是黄伟汉带风向，是王宏威自己讲的哈。那有人建议国民党2024总统初选把郭台铭、柯文哲列入民调，好，请问你的看法？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网络投票的题目哈。那如果把它列入初选民调的话，就有可能是这个郭台铭，好，或者柯文哲，因为你如果把它纳入初选，他们两个可能会赢哦。那如果你把它纳入初选，那就他赢嘛啊！这个跟2014柯文哲代表民进党选台北市长不太一样啊，因为当时是演的嘛，你知道，本来他们就是要礼让柯文哲，才会有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初选方法。那我非常遗憾的是，2014民进党礼让柯文哲，所以很简单，就是柯文哲呢，这个以逸待劳。民进党内部呢，先厮杀一番。好，民进党那时候参加初选的主要的两个这个竞选是顾立雄跟姚文智啊。也就是说，民进党自己先初选完，推出一个候选人，然后再跟柯文哲民调一次，这是2014民进党的方法。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Julia 彭佳慧。说你了你深情相爱就爱，说你了你深情由我来主宰。灰点燃的花空中的梦想家，就来点你 UFO。 贝利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上个礼拜就跟大家预告说，这个立法院啊，这个朝野两党啊都会加码啊。果不其然，今天国民党这个烂党啊，啊，这个民进党输内阁考虑发6000呐，国民党加码说一个人发10000呐、啊，国家怎么会不倒呢？啊，所以当看到国民党赞成发现金的时候，就说这个党没救了，因为他要讨好选民嘛，他不是看国家长远的发展，他看的是选举的利益啊。国民党看的是这个，这国民党还是以前那个烂党，没什么变啊。好，我支持徐巧芯啊，那我不支持国民党，国民党是实在是有够烂啊，这实在是一个烂党啊。那刚提到这个共机扰台哈，这个最近有一些这个言论哦。当然你知道共机它这样飞哈，它这个昨天飞的57架次啊，其中28架次这个越过海峡中线，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整个防空识别区这样子。那从去年底开始就有人说我们的空军是躺平了、啊，好，没有这个做这个驱离哈，这个空中兵力的应对这个动作。竟然有这种言论出来哈，我觉得有这种言论出来，国防部就应该出来这个导正视听，那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？如果解放军的飞机这样飞，然后我们国军都不飞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是任人宰割吗？还是怎样？那我不太相信国防部都没有因应的作为啊。但是对这种言论，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就是影响民心士气啊。如果共机这样飞，然后我们的空军都没有上去做任何动作的话，哎，那兵役延长1年干嘛呢？那跟美国买那些破铜烂铁干嘛呢？那也不要买了，反正你也不飞啊。好，那我们实在是很可怜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被美国掐在脖子里了、啊。但是这个也这个很无奈了啊。好，这是国防部该讲，那国民党应该去质询的是这个，而不是要求那个超征的钱还要加码。上个礼拜国民党的立委要求卫福部长鞠躬道歉，那后来卫福部长薛瑞元啊，薛部长因为总预算卡在那里嘛，啊，那薛瑞元你知道他以公为公就求丢哎，啊，就得理不饶人这样子。那后来在行政院的压力之下，薛瑞元就当众鞠躬道歉。国民党要的是这个，就国民党的立委很肤浅，他要的是面子。你要鞠躬哦，你要跟我道歉哦，哦，你跟我道歉是好吧？那总预算就让你过了。就我要这种在野党干什么呢？在野党是要监督政府、监督执政党。可是现在的在野党在干嘛？说加码，你发6000是，我建议发10000啊。反正再留子孙啊，我先求我这个2024我能当选就好啊。再留子孙是子孙的事情啊，干我什么事啊？大家都来民粹来加码，没有人要为国家把关啊。那这种在野党有什么好信任？这种在野党让他执政的，他会好好做吗？会吗？发6000就不对了，还要发10000。什么烂党才做得出来这种事情？嘿，这实在是这也实在是不容易的哈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王宏威的这个建议了哈。当然我是不以为然了哈。我刚把那个故事讲完，就是2014他是为柯文哲量身定做，好，柯文哲现在旁边等，民进党里面自己先初选，民进党后来初选是姚文智赢了。好，你看顾立雄连姚文智都选不赢，你看顾立雄有多那个哈、哦、啊！姚文智赢了，赢得党内初选，然后姚文智再代表民进党跟柯文哲再初选一次，再民调一次，结果柯文哲赢了，然后姚文智就下来。好，这是2014的柯文哲的模式啊。那我刚讲说非常遗憾的是，这个陈长文大律师啊，他竟然要 copy 这个模式啊。他说2024呢，柯文哲也在旁边等，然后国民党自己先初选，初选完之后再拍，又要为柯文哲量身定做哈。哎呀，我对陈长文大律师实在是非常的失望啊！啊，这个我不知道他想，他非常的支持郭台铭，他也非常的支持柯文哲哈。我实在不晓得要怎么去评论陈长文，不过也尊重了哦。你喜欢柯文哲，喜欢郭台铭是陈长文的自由啊。好，那今天王宏威讲的意思呢，跟这个2014的柯文哲模式不太一样。他讲是初选，好，就是纳入初选嘛，因为国民党理论上会有一个初选。好，这几天有人在拱这个管中闵选总统哈，我也不晓得要从何讲起啊。好，那管中闵，我是觉得像管中闵啊、彭淮南哈。这些人我都觉得非常的伪善、啊、但是他们在社会的这个 reputation 是非常好的，比我好10000倍啊！就是台湾的媒体，台湾的一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的人，你看马英九要选总统的时候，他找过彭淮南当他的副总统、啊；蔡英文要选总统的时候，也找过彭淮南当副总统、啊。就一个人能够做到蓝绿都想他当副总统，你看这类人哈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不得不讲哈、哦，乡愿呐，得之贼也啊，好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、哦。那管中闵也是啊，很多人吹捧管中闵，这个吹捧的不得了，我这都觉得哈哈大笑、啊。管中闵为一周刊写社论，那个社论骂的是马英九，骂的是彭淮南，一周刊的社论啊。然后到了法院开庭，就问说哪几篇社论是管中闵写的？管中闵的律师说不可以讲。好，我是不晓得管中闵的律师是谁，我很想就为什么不能讲呢？哪几篇社论是我写的？你不敢讲？你知道帮一周刊写社论一篇是10000块啊？你是政府的官员，你还帮一周刊写社论，这就笑死人了。你写社论骂你的总统。骂你的阁员啊！因为中央银行虽然是独立机关，中央银行也是内阁的一份子啊。国发会的主委去骂中央银行的总裁，那时候就是彭淮南啊。所以你说管中闵这种东西，然后被吹捧说要选总统，我都哈哈大笑、啊。好，那不管是初选、民调或者合作，哈，就是一个反绿大联盟的概念呐。啊，那我觉得王宏威的建议至少比陈长文好。好，陈长文那种量身定做那种的，我是觉得太抬举柯文哲了。凭什么国民党自己先初选一个，然后再去跟柯文哲民调？这笑死人了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2014那个是民进党是演一个戏给你看的、啊。民进党本来就打算礼让柯文哲的啦，只是党内摆不平嘛，所以只好叫这个姚文智、顾立雄他们去假装初选一下，那只是过个场，演个戏给你看、啊。其实当时就是讲好，因为柯文哲当时是站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，连胜文被开枪啊，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啊。当时这个抢救连胜文，柯文哲也出了一份力啊，他是台大急诊这个主治医师，柯文哲这个没有功劳有苦劳啊，他是连胜文的救命恩人啊。那、啊、你说这怎么选？好，所以加上当时的这个洪仲丘跟大长花这两件事情，所以国民党2014选的很惨啊，有多惨你知道吗？郑文灿选完已经要解散了，郑文灿根本没想到他会赢啊！郑文灿之前在桃园选立委啊，直接被海放；在桃园选县长，郑文灿也选不赢啊。郑文灿那一次莫名其妙就赢了。他之前在桃园选没赢过、啊，结果他赢了2万票啊！好，就是整个大长花跟这个洪仲丘事件的这个连锁反应哈、啊，这样的一个影响哈、啊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有网络投票，好、哦，欢迎大家去投票表达你的意见哈、哦。那郭台铭跟柯文哲在2020的总统大选呢，是怎么对韩国瑜的？好、哦，那当然现在韩国瑜他也没有要选了、啊。之前这个去年底韩国瑜出来浮选的时候，被骂得很惨。那我也不想帮韩市长去辩护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韩市长自己都觉得看开的、啊，他就是来还人情嘛。好，他各县市认识这么多朋友，当初他选总统的时候，这么多人帮忙。好，那咱假人去靠，海人去倒哈。这个，哦。饮水思源嘛，人家之前帮过我，我现在是有这个，我有这个能力，我们去帮人家。他的心态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所以韩国瑜他全国各县市这样子哦，这样这个浮选，那也有他的这个他的群众魅力在，可是他没有要选啊。这2024不会有韩国瑜啦。好，但是我是说2020郭台铭跟柯文哲是怎么修理韩国瑜的、啊？当时跟他们一搭一唱的还有一个叫做王金平啊。好，就是被国民党当保的这个王金平哦，所以我为什么认为国民党2024要一个初选，就是说国民党想参加初选的人很多、啊，你听清楚哦，我是讲参加初选哦，我不是说参加大选哦，初选跟大选是不一样，大选是真正的比赛，初选是党内的这关起门来的游戏啊，是有人想要参加初选啊。啊，初选我有参赛的资格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参加初选啊，那我不一定会赢啊，但是我要参加初选不行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所以我看很多评论员都讲说什么赖清德定于一尊，不可能啊！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也不要再跟你赌鸡排了啊！我最近也没什么钱，很快的4月5月你就可以来验证我讲的话，不会这样子顺风顺水就让赖清德当总统候选人，不可能啊！民进党一定，蔡总统一定会推他的这个心头好出来、啊。今天蔡总统8年的执政是不允许任何人，尤其是赖清德，好什么王世坚、高嘉瑜，你们在旁边这个冷言冷语也就算了，可是尤其是赖清德，你的行政院长是谁给你的？你的副总统是谁给你的？没有蔡英文，你有办法当行政院长吗？你有办法当副总统吗？你现在要检讨蔡英文，你凭什么检讨蔡英文？啊，赖清德，你是凭什么检讨他？我们可以检讨啊，因为我蔡总统没有给我任何一个糖果啊。蔡总统有帮我开节目吗？没有啊。蔡总统有给我业配吗？也没有啊。蔡总统有来上过我的专访吗？也没有啊。我的差别嘞，我不欠伊啊，对不对？我有像周玉蔻、有像阿滴馆长他们接蔡总统的业配吗？没有啊。蔡总统，你跟馆长在拍《举光原地》还能不期而遇？你骗大家都没当过兵啊！还不期而遇嘞！你以为在营区遇到三军统帅可以偶遇的、哦？立马好了，一起立喊名了、哦。你们有欠蔡总统，我没有欠他、啊。我骂蔡英文，我理直气壮啊！啊，你们呢？对不对？还什么什么定于一尊？蔡总统的主旋律是什么？就是我2016到2024，我蔡英文的执政是全球瞩目的，是全世界的模范生，是民主的灯塔，是抵抗大陆威权的这个，我们是站在第一线，国际社会都肯定我，对不对？我抗中保台，我的防疫是成功的，我这8年的执政比马英九好，比陈水扁好，甚至比李登辉都好。蔡英文是这种人啊，那你有看到蔡英文去帮吴怡农辅选吗？那都在台北，为什么不能抽个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陪他扫个街，去他的庙口开讲露个脸？为什么不要？就他心情不好啊。你说这种，哎，那什么赖清德，就让赖清德去检讨蔡英文哦。你想得美啊！啊，那这个好、哦，郭柯跟王金平这个我就这个点到，就大家去投票、啊，因为这个不是我能决定。就是现在国民党蓝军有个氛围，就是只要2024啊，为了下架民进党啊，啥都可以的。好、哦，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啊，是谁记得这谁痛苦啊？好，就不要再去谈哈、哦，往事不要再提啊，对不对？不要再去想2020的2020输的就算了。韩国瑜被修理、被羞辱，郭台铭怎么骂国民党？郭台铭怎么退党的？郭台铭怎么去骂那些以前拿过他政治现金的？他登广告骂人呐、啊，有没有？他那时候不是退选吗？那个国民党他几个人慰留他什么的，他骂来骂去，吵来吵去。柯文哲是怎么羞辱国民党的、啊？柯文哲每次都是垃圾不分蓝绿啊！柯文哲，你要跟垃圾合作吗？到底谁是垃圾啊？垃圾不分蓝绿白啦，不是不分蓝绿而已啊！啊，柯文哲跟国民党强干部起对后，然后国民党还要眼巴巴的跟柯文哲合作，那国民党有这么下贱吗？推不出一个总统候选人，还要再去拜托郭台铭，还要再去拜托柯文哲，哎，拜托你们来加入国民党，回到国民党，哎，或者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初选，啊，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民调。国民党一个100年的泱泱大党，要去求柯文哲，要去求郭台铭，就为了2024要下架民进党。我刚跟徐小新讲，我说你2020国民党输到现在，你国民党改的什么？国民党除了徐小新，谁敢检举中常委贿选？没有啊！国民党中常委贿选，然后呢？然后就算了、啊，就算了、啊。收礼的人几千人，他党代表几千人收礼，就一个人出来检举，叫徐小新啊。其他收礼的都是国民党的，没有人敢讲话，因为你给他收起来啊。这个礼盒收起来，谁敢讲话、啊？徐小新踢爆贿选，谁去声援他？没有啊，他去检举还被人家公布姓名，笑死人了、啊！这种烂党啊，啊，这种烂党跟你说我2024要下架民进党。我是张若凡。飞碟晚餐，我是陈慧文。上个礼拜新竹市长高虹安的一个记者会哈。是看到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啊，这非常的疯狂啊！这个还在继续的延烧哈，包括当然施工的厂商跟林之间呐，也先后有这个新闻稿跟声明哈。这个新竹地检署的回应是，他把新竹市政府的案龄申告分他治案啊。那因为我看各大媒体都没写，大家也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就是会集体的理盲滥情不是没有原因的哈。是高虹安告林智坚吗？我不太懂为什么新竹市政府要去按铃申告，因为一般公务机关是没有在按铃申告的。好，譬如说台北市政府，好，譬如说这个桃园市政府，好，譬如说你的政风，好，你今天发现有贪渎啦，有什么什么什么违法什么的，我们一般的处理是函送法办，我们不会去按铃申告，会按铃申告是像周玉蔻那种的，哦，像以前柯世来那种的。他才会去按铃，因为按铃申告是个秀哦。你有跑过地检署我就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有些地检署按铃申告那个铃是那个线是剪掉的，嘎嘎噔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按下去，叮叮叮叮叮，吵死了。嘿，有那个铃是假的啦。有些地检署我不能讲是谁，他那个铃是假的，是装个按钮在那边，可是你按下去是没声音的。好啦。哎，我不晓得他这个按铃申告这个到底罪名是什么？那你新竹地检署说分他治案，那到有要个案由啊？譬如说所谓的罪名案由，就说贪污治罪条例，好，违反政府采购法，好，或者公共危险，或者使公务员登载不实，好，就是伪造文书，好，就使公务员登载不实。哎，因为我不晓得他到底是犯了什么法？好，那你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罪名嘛，第二个是你要有嫌犯嘛。好，那不是每一个告诉告发的案子都会有嫌犯，不是。好，譬如说你告发的案子，你见义勇为告发，哦，这边有贪污，这边有弊案什么，可是你不晓得犯罪嫌疑人是谁，这也是有可能。但你至少要一个事情，要一个案由啊。那你到底你新竹地检署，你的他治案，你收到的新竹市政府送来的那些照片、砖头、电线，那你要办谁啊？你要办什么案由？这个我比较不了解。我也很想问跑新竹的那些记者，你们到底在跑什么新闻啊？新竹市政府的发言人跑去作秀，那你要问他说，那你的那个状子可以 copy 一份给我吗？因为你要提告嘛，你要按铃申告嘛，按铃申告不是带照片跟电线去，不是这样子，你要写状子啊。你写状子的时候，你就要把你的案由跟嫌疑人写清楚，说你是谁。好，你是这个新竹市政府的发言人，或者你是代表新竹市长高虹安来。好，然后如何说，你总要写个来龙去脉来，你什么都没，你到底是告什么？哦，这个很奇怪哈。来，阿志给我那个左右那个各一张的那个哈。好，那这个上个礼拜高虹安的记者会让联合报非常的捧场啊。好，这个中国时报也是头版头，联合报也是头版头哈。然后就说这个高虹安讲说这个像废土场。好，那后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媒体人黄阳明呢，他就调出当初新竹棒球场施工的 Google 的画面。好，这个你善用 Google 搜寻的话都找得到哈。好，那我请问你，什么叫做废土场？什么叫做废土场？因为我们现在就说，像王世坚今天的这个下午的记者会，他就直接骂林智坚草包，哦，那坚哥骂人都很难听，不是太监就是草包，哎，反正他有很高的声量嘛，好，所以网络节目也会找他去，然后大家都去蹭他什么的。那你说林智坚是草包，你这个就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标准的有罪推定啊。好，其实我们这个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无罪推定啊，好。那什么叫做有罪推定呢？譬如说，这个新加坡跟这个香港的廉政公署啊，我很多年前，很抱歉啊，因为我实在是懒哦，我很多年前想把新加坡跟香港的故事讲给大家听，但是我懒哦，我很抱歉哈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新加坡跟香港的这个廉政公署呢，这个其实最开始讲的是赵少康啊，赵少康当年在当立委的时候就要讲这个事情啊。好，就说香港有廉政公署啦，新加坡人家叫做什么反贪污调查局什么的之类的，就是那个叫做有罪推定，就是说你是公务员，老百姓不算哦，公务员啊，比如说我是局长，好，或者我是这个次长，好，或者是我是这个科长，好，反正我是公务人员啊。然后呢，我的家里呢，这个我的床头柜被起诉1000万的美金。哇，不得了！我总会1000万的美金，开什么玩笑哈？啊，查到了1000万美金啊，藏在我的床头柜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有罪推定，因为我是公务人员，我的财产来源不明，他就推定我是有罪的。我如果没有办法证明这1000万美金是怎么来的，我就是贪污，我就是财产来源不明啊，这个叫有罪推定啊。那什么叫无罪推定呢？就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，包括林志坚在内。我们刑法的这个精神，法律的精神就是你还没有被证明有罪之前，每个人都是无罪的，除非我刚刚讲的那个财产来源不明罪，那是很极端的例子。那你不能未审先判啊！他开了一个记者会，拿出几条电线，拿出几个砖头，你就说林志坚是贪污吗？还有人说什么林志坚什么要被收押啦、啊，要被判刑啦、啊，林志坚的什么政治生命完蛋啊什么的，这。他不就是一个，这到底是什么案由？我也搞不清楚。看到媒体的疯狂哦，看到那些名嘴、那些大学教授这么如痴如醉的，很像新竹破了一个大弊案。它是什么弊案？我不太懂。那我也不太懂，说为什么97%的工程款、12亿的工程、11亿7千万都付了，这个我也看不懂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你新竹市政府，你不是林志坚一个人说了算，这样大家了解吗？它是有一个人快统的系统，它那个主计审计的系统，它是中央一条边的，人事、会计、审计、主计那个是中央一条，包括警政啊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新竹市政府的公务人员，他们是不可能去。违法，因为违法他退休金就没了，还要被抓去关了、啊。所以我不太了解，说到底真的是97%，他们说97%的哦，这个12亿的工程11亿7千万都付款了，可是还没验收。这一点以我以前跑这些弊案的经验，我是不太懂，我看不懂啊。好，但是我们回到林志坚，就说那林志坚犯了什么法？他是新竹市长。好，他那个时候是新竹市长，然后新竹棒球场的外野草皮被挖出来电线跟砖头，所以林志坚就贪污吗？好，所以林志坚就完蛋了吗？这我觉得这才是，来，有人建议国民党2024总统初选把郭台铭、柯文哲列入民调，请问你的看法？哈，不知道没意见的有9%，好，不知道没意见的9%。赞成只求能下架民进党是39%，好，反对啊、哦，郭台铭跟柯文哲看不起国民党的是50%，好，谢谢1388的朋友呢，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网络投票哈、哦，有人会劝进郭台铭啊，也有人会去帮柯文哲这个敲敲边鼓，这个都是这个哈、哦，在意料之中啊，好，所以当然也很快，因为3月4号南投的立委补选完之后。这个蓝绿两党就会进行总统的初选，好，那依照惯例，他们会总统初选会赶快办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总统初选完才会去处理立委初选的问题啊。那立委呢？这个2024有一堆人要选了、啊，蓝绿都有一堆，蓝绿白哈，应该加个白哈，都有一堆人要选，所以他总统的这个初选哈，会这个时程会很快，因为后面还有别人立委的初选要处理哈。好，那我不太懂哈，这个来阿志给我那个大张的那一张，好，这个球场的哈，我因为我也不认识林志坚了，我真的不认识他。就是你看黄阳明调出的当初 Google 的这个新竹棒球场施工的这个画面，我请阿志做大张的图给你看啊。这2张图哈，就是新竹棒球场的外野哈，外野的这个地，你自己看，你觉得这个像废土场吗？你看我们也不是这个哈、哦、检察官什么的，我说你看图，这个像废土场嘛。好，那我觉得高虹安的一个逻辑上的问题，这个因为我就跟你讲说，《中国时报》跟《联合报》都在吹捧高虹安，那自由时报是根本就不处理这个新闻哈。我的问题，我刚问黄伟汉，黄伟汉也这个哈，我也不知道他答案是什么，就说新竹棒球场还没有验收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没有验收，那为什么可以打热身赛呢？你现在知道高虹安的矛盾在哪里吗？因为新竹棒球场到现在还是没有验收哦，可是去年7月22日，蔡总统、林志坚他们就去开打中华职棒了嘛，所以被骂嘛，我们的球员受伤，因为你还没有验收，怎么就开打呢？就受伤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现在高虹安已经是新竹市长的，新竹棒球场还是没有验收啊，还没有验收完啊，那你为什么想要打热身赛呢？那你的逻辑也不对啊，所以高虹安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你要想办法赶快把这个新竹棒球场12亿的工程，你要赶快把它验收合格的验收完。有弊端是林志坚，你就不要客气，甚至是柯建铭什么的，你不管3721皇亲国戚什么的，你该怎么法办就怎么法办。这是刑案的部分嘛，有人贪污，有人工程舞弊，那当然是要法办嘛，谁要帮林志坚讲话？笑死人了。第二个，新竹棒球场花了12亿，总要能打球吧？12亿花的不能打球，那民脂民膏不就打水漂了吗？那林志坚留下烂摊子，谁要去处理？当然是高虹安要去处理呀、啊。你要想办法逼这个厂商，你拿了我的12亿，你要把球场给我盖好、啊。你要做的是这两件事情啊，而不是开记者会作秀。你作秀干什么呢？你要嘛就把它移送法办，那另外一个你要做的事情是让球场完成验收啊。如果厂商摆烂不验收，告到法院去啊，逼他强制执行啊，假扣押假执行，把他的财产扣起来啊。这还要我来教你吗？啊，你开记者会作秀干啥呢？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